近日，香港媒体爆出舒淇、冯德伦目前处于分居状态，并草拟了离婚协议书，准备近日离婚。该消息称，两人生活习惯完全不同，经常发生口角。冯德伦的少爷脾气令舒淇难以忍受，已决定和平分手。据某舒淇密友透露，两人正处于分居阶段，并已草拟离婚协议书，打算尽快办理离婚手续。有香港媒体就此传闻向舒淇经纪人管小姐求证，她回应道：“完全没有的事，有些人好黑心啊，成天传这些，他们好好，多谢大家关心。”否认舒淇婚变传闻。管小姐最后表示，舒淇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看到某些事发表一下感情，但是不代表指的是婚姻，他们的婚姻绝对没有问题。